罗神揾小李飞刀上山。前日银牌输俾公民之后，个个打啰咁问南华班主罗山，可惜佢就好似识遁地术咁样，连影都冇啊。到咗夜晚十一点几，佢就喺南华博嗰度写文，话当务之急就系解决伤兵问题，仲揾咗曼城神医过嚟添，认真犀利啊！咁仲唔止啊，踢过二次嘅埃及王子美道，有权就会上山帮拖。呢位27岁前锋而家就踢紧亚即士，好波但系出名脾气臭，试过飞教剪袭击队友添。讲真啦，如果前日有美道喺度，点到公民嘅迪天奴恶啊？今日罗生就会交代买人嘅详情，各位球迷尖叫定都得啦。